整个的执政党真正全力在重视而且使尽全力要通过的是两个条例，一个就是所谓的不当房产管理条例，一个就是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非常遗憾，我们看到今天的执政党上台之后请全力只是想通过两个重大的法案，其他有关的民生法案我们在国民党虽然在野，可是我们也都全力，只要是没有争议的对民生有利的我们都让它快速通过。中国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其实那么多年来一直受人的很多人的诟病，然而国民党不会因为过去曾经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来为自己的党产辩护，也不会因为过去曾以党的资源全力配合国家发展就认为我们以往所做的所为的都是对的。不法的党产当然必须抛弃，跟党务无关的党产我们也必须要清理，建立所有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坚决反对违宪违法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如果这个恶例一开，代表我国民主政治的严重倒退。对我个人想对蔡英文女士蔡英文总统讲一句话，我要告诉我们的蔡总统，当我们社会各界都非常期盼蓝绿和解的时候，你挟持着总统跟主席的权力对一个合法的政党进行抄家灭门的回党的一个动作，你正在让社会加剧的分裂分化，制造社会的对立跟撕裂和仇恨。我们看不到你所谓的谦卑跟沟通在哪，